باید یادآور شویم که ما خواهم را عفو قرار میدیم. ایره بس نفع صلح و ثبات در افغانستان میدانیم. تمام جهت های مقابل همراه ما مقابل بودن از الف تا یا همه عفو هستند. در جهت هستند 神爵士发言的穆贾希德谈吐得体，一派宽宏大量的胜利者从容。 不过阿富汗老百姓可不是这样看神爵士的。 फिलहाल तो ताला चुप है, कोई काम नहीं करेंगे क्योंकि बाहर लोग से डर है और अमेरिकन लोग उधर है, थोड़ा डर लग रहा है, कुछ नहीं करेंगे। जब वो बाहर चलेंगे फिर असली फिल्म का सिनेरियो शुरू हो जाएंगे। फिर देखो औरतों के साथ कैसा बुरा करेंगे और बूढ़ों के साथ और बच्चे। इपाई宽容或是满手血腥，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神爵士？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1992年苏联扶植的阿富汗政权，造反苏联的圣战者游击队击垮后，以帕什图族为主的神学士组织，在巴基斯坦北部的伊斯兰学校里诞生，塔里班一词即指宗教学校学生。而帕什图族是阿富汗境内的第一大民族，神学士致力于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酋长国。 宣称一旦掌权，将重建和平与安全，并执行严格版本的伊斯兰律法。神学士成立后，是阿富汗西南部迅速扩张势力版图。1996年9月，即攻占首都喀布尔，至1998年，神学士控制了阿富汗近90%的领土。从1996年至2001年，神学士统治阿富汗期间，以严格的伊斯兰律法治理，在阿富汗民众心中留下恐怖的阴影。 2001年9.11恐怖攻击后，因神学士窝藏恐攻主谋，基地组织首脑宾拉登，美国率北约军队挥军击溃神学士政权，并驻军培训阿富汗政府军。只是这20年来，神学士并没有被剿灭，散布在阿富汗乡间并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逐步向大城市收缩。2020年，施老兵疲的美国决定从阿富汗撤军。 美国时任总统川普政府与神学士签订和平协议，同意至阿富汗撤军，并释放5000名神学士囚犯，换取神学士承诺不攻击美军，并且不让基地及任何组织利用阿富汗进行跨国恐怖活动。然而，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设定了8月31日完全撤军的目标，神学士不能美军撤离，开始从农村乡下向大城市进军。 并在8月5日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神学士企图让外界认为他们已经不是20年前的神学士了。 而是神学士2.0版。不过，阿富汗民众已出逃，反映了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国际东西综合外电报道。